骗婚这件事整个龙华城都知道，现在我必须得跑。他肯定是笑脸元宝。笑脸元宝是个女的，快追！站住！这样的衣服跑不掉的，要换一件衣服。相信不相信我见过笑脸元宝啊？笑脸元宝，那一天我见到笑脸元宝啊，就在同一个地方啊。哪儿啊？不会吧，真的就在我这里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也是在一家茶馆，不过呢，布置和陈设和这里是蛮相似的。你可真是的。你说你见到笑脸元宝他是什么样子啊？当然是高大威猛，玉树临风，不怒而威，魅力非凡的。就是这样的。是不是那到底笑脸元宝身手究竟怎么样？是啊。哎呀，总之啊，那简直是非笔墨可以形容的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呀！说呀！好吧，那一天呢，那一天树叶纷飞，乌云密布，天生闪电，雷声大作。我在茶馆内喝茶，突然感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。我自己转头一望，一身雪白的衣裳，手中拿着一个大铁箱的笑脸元宝，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进来。眼放金光，游目四盼，终于在我对着坐了下来。你们猜他干嘛？干嘛？他居然要了一壶香片。快进正题吧！别，你这样拖拖拉拉的，这天也快黑了啊！快说呀！来！江南不收，江北收；江北不收，江南收；江南江北都不收，黄河两岸都丰收。这笑脸元宝啊，太残忍了！各位，四把捕头，今天才初十，你不会又这么快来收？我是安全军，纯粹为了保护你们，千万不要跟我师姐说，知道吗？这是好戏在后头。那笑脸元宝啊，双眼一瞪，立刻是金光四射呀！好一个笑脸元宝，面对八大高手围剿，还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笑脸元宝一边喝着茶，另一只手却按住放在桌上的大铁箱。正是说时迟那时快，八大高手从四面八方，天上地下，唰，大铁箱内是否藏着笑脸元宝的七门兵器啊？诸位说得好，就是笑脸元宝啊，平时横扫江湖，打遍五湖四海八省九州无敌手的奇门兵器。没错啊，此件兵器金光四射，能喷出烈火，茶馆顿时火光熊熊，奇门兵器变成了一条火龙，在茶馆里四处转呐、哇！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这是跟你学习的。金老板，别打岔，接着往下说呀、对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，你刚才说到那个奇怪的大铁箱子。对，大铁箱，只见那个大铁箱啊，砰，一声打开了，
只见笑脸元宝把手伸进铁箱里，同时间八大高手已同时出手，一时间刀光剑影，乒乒乓乓，杀的是日月无光，天昏地暗，惨叫声是不绝于耳啊！哎，刹那间，那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呀！哎呀，越讲越夸张了，只有八名高手，你说怎么可能血流成河呢？哎呀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笑脸元宝使的是什么奇门兵器啊？对对对对，说到笑脸元宝，他出手真是太快了。我虽然也是武林高手，但是自知不是其对手，于是我站在一旁观望事态的发展，所以什么都记不清了。哎，不过他手中的大铁箱我是一定认得了。这能拿下笑脸元宝，重有掌。趁他还没取出奇门兵器，我们围攻他，快快上！快上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上！你们为什么要打我？哼！你这个十恶不赦、奸淫掳掠、偷鸡摸狗、千刀万剐的奸贼！你说什么？哼！你们还不相信呢？是我亲眼看见的，简直是太残忍了。嗜血如命，杀人如麻，你们还不赶快上啊！等他取出奇门兵器，我们就全遭殃了。真厉害呀！苏小小，你给我站住！快追！快追！哎呀，你们这样搞法，哎，站住！你这个女骗子还想跑？你说什么？你在省城骗婚，害得人家人财两空，差点出了人命，你知不知道？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个傻瓜太多情了，谁让我天生丽质，风情万种，才会惹来狂风浪蝶。你没听说过红颜薄命，公子多情吗？嘿，笑脸元宝，原来你不光贪财，还如此好色。我嘿，别跑！师姐。